娶我。Oh my god！ 好啊。在目前无盛世，无乱世，坐在咖啡店，躲进远古思海的某一点。走哪里哦？好姜涛啊，咩料啊？Hello She.com 嘅读者，你哋好，我系 Ian， 我系姜涛。如果现实中同好朋友喜欢同一个女仔，我就会当佢都冇喜欢过女仔，即系我照做我要做嘅嘢，例如我要讨好嗰个女仔，要对佢好，我就继续做。但系我又唔会话刻意用啲咩手段去争，又或者会让俾佢，然后最后个女仔自己拣。嗯，我谂我同佢应该都唔系属于话好喜欢，对于感情喜欢争嚟争去，应该都系尊重嗰个女仔自己嘅选择。因为我谂一个唔喜欢你嘅女仔，你点样争都唔会中意你。但系亦都唔会让。啊，系咯。即是比贏對方要贏他。哇、wow、寫不寫這個有些二三第一就是我會寫歌送給他，第二就是我比較細心的，我不是很使他照顧，而我會照顧他的。第三就是 我年紀大過他，咁我份人會成熟啲嘅，咁就唔需要佢太貪心，又或者係咯，即係會好似要湊住我咁樣，我可以照顧翻佢轉頭。一定會比佢肥，每一個女仔都驚企喺男朋友隔離會肥，所以企喺我隔離完全唔需要有呢個擔心嘅。你想我比你肥，我隨時可以肥過你咁樣。跟住你食唔曬嘅所有嘢，我都可以幫你食曬，唔會浪費食物啦。跟住佢成熟啲，同埋啊依人可能靜啲，我可能開朗啲，比較識氹開。識氹佢開心，多啲嘢講咯，可能係。我都係。我會揀佢，因為電影女主角都比較後生，佢都比較後生。我已經老咗啦，企喺佢哋兩個隔離，係。我話我自己覺得，我都會揀自己，因為我係做甜品師啊嘛，我記得，所以跟住我可以食好多好嘅嘢食。即家常菜咯，番茄炒蛋、麻婆豆腐，識煮好食嘅公仔麵。公仔麵要煮得好食好難。我全部都識喎，娶我啦 ！Oh my god！ 好啊。咁呢一隻歌就以一個比較美好、夢幻啲嘅一個角度。亦都亦真亦假嘅一個角度，因為大家唔知亞特蘭提斯係咪真係存在，所以喺呢首歌入邊都想俾大家知道，其實只要你相信，你心目中嗰個美好嘅愛情都真係會存在嘅。因為好似而家啲女仔好似係 no offence， 唔係即係好似就少做呢啲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收到呢啲係幾開心嘅。咁我亦都有收過 fans 送嘅即嘅冷衫啊冷帽。情感的壓力照樣亦抬起，多想記起和平幾多好，但聽到熱熱的呼叫，相愛就變糞土，誰彷彿不知自己。我諗填詞人係林寶啦，佢就有睇嗰套《切爾諾貝爾》嘅劇，然後佢就突然間諗到就話啊，每次講起呢個諾貝爾，啲人就諗起諾貝爾獎，就唔會諗到呢個切爾諾貝爾。一啲人事或者關係啊，甚至一個地方都真係俾人都係真係被摧毀咗，又或者消失咗之後，啲人先會諗翻佢以前幾美好同埋幾懷念嗰陣時嘅時光。